小兔，你别淘气，快来帮妈妈找萝卜。请，在这儿呢。嗨，你呀。这两颗龙眼核是燕姐姐送给我的，明年春天我把这颗种在门口的这边，把这颗种在门口的那边，将来就可以长出两棵龙眼树来了。明年春天妈跟你一块儿种，现在你把它藏起来。嗯，小兔，妈出去找个大萝卜回来。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外面冷，在家烤烤火吧，别跟妈去了啊。不，我要去，我要去嘛。嗯，妈妈你走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多冷清啊。嗯给你堆个雪人，你有了伴儿就不会冷清了。堆雪人啊，好，堆雪人喽！啊，好，堆雪人喽！堆雪人喽！堆雪人喽！好，堆雪的雪孩子，可惜他少了一件最要紧的东西。啊，少东西？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他少了两只眼睛，怎么办呢？这，你看，瞧，有了。雪孩子多漂亮啊，哟，还少了个鼻子。喜欢这个
个鼻子，妈妈会带来好看的鼻子的，待会儿给换个新的。妈妈，我们的雪孩子多神奇啊。是啊，你有伙伴了，我该去找大萝卜了。外边冷，玩一会儿就进屋烤火去。哎，朋友了，你怎么不跟我亲热亲热？你真冷。好朋友，我们一块去烤火吧。
多好的雪孩子，小兔，你看，这洁净的水，就是我们的雪孩子变的。和我们在一起吗？